好啊，他是想饿死咱们。老乡们，咱们不干了，不干了，八个，谁不想干，就死了死了的。兄弟们，四妹子在里面动手了，跟我冲进去，进攻！怎么没动静了？是啊，哥，王全石那小子怎么还没动静啊？不会变卦了吧？王全石是个明白人，他给鬼子卖命卖够了，这是他将功赎罪的好机会，等着瞧吧。报告太君，佐藤队长来了，要你马上过去。前面带路。嘿，请。对面哑巴了，是不是王全石得手了？咱们上吧。急什么急？再等等。哥，你看，好你个王全石，算我没看错你，好样的！报告！团长，新闻队的同志们已经冲进南门了。好啊！通知各部集中兵力攻打东面防线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在短时间内咬开一个缺口，与铁卫队跟马场队会师。是。八哥，你要去哪里？太君，快跑吧，新四军冲进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西城太上万太上万南美那是什么？现在到他们的人。太君马场八哥动摇军心的死死的！兄弟们，黑上鬼上鬼干的！打！Yeah!
哥，没动静啊，会不会？会什么会？不会。双枪周思妹是谁啊？那是和我白马神枪齐名的巾帼英雄。啊！老实点，给我出去！哎，铁飞，你怎么来了？四妹子，你知道红英多担心你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王八蛋谁啊？佐藤秀夫中队长，怎么样？你没抓过这么大的鱼吧？哇呀呀呀呀呀呀！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兄弟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四仰八叉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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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，这王八蛋可是个大家伙啊！老实点。嘿嘿嘿，走。